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Uncle William 的摇椅区的代理啦，我叫 Kenny， 今天我来到一片油棕园，之前用过 Uncle William 的肥水啦 ，U700、U1、U2、U3， 就是这个老板喽，阿翔老板哈，老板啊，请问你一下哦，你用了 Uncle William 的肥水几久了？有半年了。半年了啦哦，你觉得怎样？它的肥水有增加吗？你的肥料，你的果实？肥是太好了，你看。啊。有重吗？重量？重量一定有啦。一定有哦。你看的果有重吗 ？OK， 之前呐、啊。之前你没有用的时候，跟有用了，现在多少吨啊？之前你多少吨？之前是大概啦，一叶干会半吨到了，现在一叶干会。平均一吨，平均一吨啊、哦、没有大帮小帮的，全部都是一样哦，平均哦。平均啊，说了平均啊，啊，会来到一吨。哦，这样它价钱，它的果重量的，你看，啊，什么重重的、啊？真的大大力的，全部哦，你看，大家看一下哦，哦，漂漂亮亮的哦，很重啊这个哦。然后它价钱怎样啊，老板？什么价钱？它的我们的肥水，价钱便宜了。比起你放肥料，是价钱便宜，是说。是的，要一个工啊，一个工啊。假如你放到外面的那个50kg啦，不用我们自己下手嘛，人家给你放一包3块钱，这个肥水要自己要自己打了哈、哦，要自己打。OK， 你比起你放肥料的价钱呢，会便宜吗？便宜啦，有大概有多少%？我看啊，便宜一半都有哦。一般了哦，便宜比起你那肥料了哦，放一半了哦。OK， 好。OK， 现在是今天刚刚好来到这边割果咯、哦、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果实、哦、真的很漂亮的、哦、看看它的油棕啊，叶子也绿绿的，你看青青的、哦、树也是很美、哦、那这边也是一大堆哦，你看它的油棕真的很大力啊，真的啊，以前是看小粒比较多了，现在看大粒比较多啊。以前是小粒比较多、啊，自从用了安格威廉的肥水 啊，全部都是大大粒的果实。你看，我的罗里来摘了、啊，以前是一个人，现在要两个人，现在三个人啊。三个人才来摘哦。他讲不能请啊，因为要三个人。太大力了，真的，啊、你看他的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、啊、你早看啊，没有小小粒的，你看小粒，以前是小粒多啊，现在你一看大粒多啊，你看，他都满意啊，来到、哦、看到，讲到啊、哦，明天的歌。这油棕我会爽啊！啊，看到都爽啊！是啊，用了安格威廉的肥水啦、肥料啦，打油棕盐啦，哦，真的啊，效果一流啊，真的。那这边一堆都是大大粒的，你看，没有开玩笑的，它都哦，不会骗人的啦，真的，产品好就讲好了，真的好啊、哦。你要没有事，讲不好咯，自己知道就讲。现在我。假如没有这个安格威廉的水啊，我都头痛啊！没有这个肥水啊，我就头痛啊！应该找不到别的牌子了。OK， 好。要这样子的产量啊。OK， 好，谢谢啊。OK， 拜拜。